你要跟我讲，以前是跟我讲，这些钱是杨生，是，妹，你别跟我说嘞，咱两个的奖金米啊，未过是阿伯，你慢慢孝顺，为我才摕到一千五哩，等我跟律师联络好势。 我会跟你改车哦，你。三哥，你跟我查来这，到底想要创啥？你靠鬼路的啊！即马瑞亚登记啊，你真伤心啊？你伤心无啥看的？你靠到白厝，即马死的是恁翁呢？阮家有啦。三哥，你即马到底？ 是咧创啥啦？你俩讲到安尼，我特别无熟悉你啊！你规路听小婷在咧讲话，我啥物无熟悉你？阮哪有啊？我就想讲，啊好歹，迄个小婷你嘛捌认过正言做客囝啊，啊一个活跳跳的人都安尼无去啊！ 什么人看到安尼，伊拢会同情，拢会哭嘛？这有啥物唔对？什么？有啥物唔对？ 当然嘛唔对，你对我阿弟啊，我嘛唔管中个代志，你一遍搁一遍讲白贼，我嘛事实，我一遍搁一遍来原谅你。我甚至一直问你，你搁有啥物代志，我嘛话无，你拢敢讲无？我带两咱三十年阿爸无结婚，我给你换一遍的机会啊！我一再挺身你，包容你，结果呢？ 你到最后，你甲阮妈一只上大条的。三哥，我到底做啥物代志，让你这样生气？你到时要跟你解释。进前同学甲我讲过，伊伫咧萧天瑞的酒店看过你，你当作你黑白编一挂理由来甲我装笑的。我无啊。后来郑先生一旦有代志，你又去敲电话给萧天瑞讨救兵。 我怎么终身残？终身残到底为什么？可不是，可是萧天瑞跟你讲啥？伊要甲我讲，伊真是个亲生爸爸。三哥，唔是安尼，你听我讲，你听我讲。你去搬，你去搬啊！你是要怎样啦？你当作我王三儿是空的，这你也好骗咯？唔是，唔是安尼。 我真正无安尼想过，阿哥，我真正讲袂出嘴啊！我面头前几个人，这三十年来，你伫我边啊看我笑话看了无够真心，我话已经讲啊遮白啊，你也唔讲老实话。 这都已经知影，我袂听你清水讲啦。我是。
我是林正业的先生，我确实是欺骗你的。你是什么时候知影？你是不能跟我讲，囡仔一出事你就知影。不是，但是不是安尼，都是因为那时候我抓不着你的心，我才心情不好走去饮酒。我哪会知影代志会变到安尼？可是那个时阵，我还阁有淡薄仔志气，我拼命卖反抗到底。三宝，那个时阵我真正不知道我巴肚内的囡仔不是你的。在你跟小天雷的恩怨当中，我嘛算是受害者。今嘛不是要跟你讲，谁是加害者，谁是受害者？问题是你根本无讲老实话，你有委屈，你当时就应该讲啊。结果你选择欺骗、隐瞒，都产生不怪这个代志共款。这个事情你我隐瞒我三十年嘞，你安尼做，你的良心敢会感觉不安？你当时的那个状况，你跟我怎么乱讲？都是因为我有心啊。你才去把你的心放在我的心上，我的愿望都变作真的啊！因为这个囡仔的出世，让我会当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，让我心爱的丈夫人会当留在我的身躯边。我一辈子好人，都希望这个囡仔是你的啊！我嘛是足惊，我的心是寂寞到要死。我嘛是拖了一段时间才去做亲子鉴定，实在是足不幸的，伊个囡仔就毋是你的。未来我才知影，这个囡仔是小天雷的。我为着要保护真言，我唔敢把事实讲出来。我刚看到你这么的欢喜，这么的爱这个囡仔，我更加唔敢讲啊！你唔敢讲，结果你是骗我了骗三十年。三宝，我知影我唔对啊！你想要跑我，你就尽量跑我。我不应该问你遐尼多代志，我请你原谅我，请你原谅我。一个迄落，我整个心思、整个头壳，我做老爸的，我想要付出给伊。结果我付出，我得到的是迄个假后生黄冠中。这个正业，你是我亲手喂食，甲照顾大汉。你明知知影我亲生的后生已经回去啊，两个拢不是我亲生后生，结果你选择变作啥，你拢唔讲。我若讲亲像是在讲大代共款，我大汉不断付出。大汉不断艰苦，我伫个欢喜，开车安尼变过来变过去，都安尼受折磨。你平时啥人拢知影？结果你拢唔讲，你即摆啥啦？你安尼甲我创治，你真欢喜；你安尼甲我戏弄，你真欢喜。我无，我真正无，我知影，这拢是我做唔对。都是我不对，三宝，是妹，你没搞事嘞。
咱两个从今以后，袂阁是翁仔某，你嘛免笑什么，为我才摕到一千五哩。等我甲律师联络好势，我会甲你规个找你。啊，那是郑燕。三号，三号，我甲你拜托，你阿我安怎做拢会当。啊，不过郑燕，郑燕伊是无辜，伊啥物拢唔知影。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。郑燕的代志，你一个你拢不准甲我讲出。你要认郑燕？当然。这个囡仔我爱疼伊三十年啊！你即摆是安怎？你有哪要讲话知啊？害几个人袂堪的，即摆连我都站袂住咧！你有哪要讲啊？害几个人拢放心？你想要不花这个今日浪迹山地，你才甘愿咯？我无，我无！这个痛苦我吞啊！但是唔通阁牵拖去正义遐去。这件代志你一个你拢不准讲。危机很重，这是目前对郑燕来讲上好，嘛是会当让伊继续好好活落去的方法。你若连这点都做袂到，你就枉费做人老母。我袂讲的，我绝对袂讲，我讲死都袂讲的。会记住你即马讲的话。我就抓，我就抓，我讲死绝对都袂讲的。我到现在你还可以顾虑到郑燕，我实在是很感谢你。不用，我现在只能看到你哦，你给我搬出去。不过你刚才不是说要维持现状，卖让郑燕去怀疑。可是我若搬出去，郑燕伊马上就会知影啊！郑燕那边是要安怎交代？那是我的代志，等我甲律师规个处理好势，我会找理由，甲你甲郑燕讲个清楚。你是唔通走去郑燕面头前提提靠靠，啊！若无我甲你保证，到时阵你的场面。绝对会愈歹看。